喂 ，Coco， 做咩事咁开心啊？喂，伊人，我而家真系好兴奋，好兴奋啊！你知唔知点解啊？咩事咁兴奋啊？讲嚟听下。屯马开通已经真系好兴奋噶啦，咁咧加上施政报告仲落实发展北部嘅都会区，未来仲有港深西部嘅高速铁路，时速高达200公里啊！嗱，10分钟嘅车程咧可以来往前海、香港两地。仲会设立一地两检的关口，可以加强咧呢个东部科技逐渐发展嘅。系啊，我仲知道政府将洪水桥发展成为新界北核心商业区，将会有写字楼、零售、酒店等等的经济活动，当中里面仲有一系列的文娱啦、政府机构啦，同埋社区设施，预计会创造到超过650,000个就业机会噶。哇，咁多职位，咁咪好多人搬入嚟住咯。系啊，所以今日我想介绍 Leo 你识。Leo 边个嚟噶？古巨基嚟噶，你快啲带我去见佢啦。Leo 系楼盘名嚟嘅，系 Live Your Own Style 嘅宿舍。咩楼盘名咁巴闭啊？叫活出自我嘅。嚟，等我带你嚟睇下。好，呢边啦。Leo 坐落喺洪水桥，屋苑系以低密度式设计，提供341个单位。户型有开放式一房、两房、花园户同埋复式三房单位。嗯，咁多唔同 style 嘅单位，咁应该点拣好啊？不如我简单同你分析一下啦。开放式同埋一房向来都喺租务市场非常吃香，好似有朋友喺区里面租间200几尺实用嘅单位，每个月要近10,000蚊租。以佢住嘅单位市值计算，回报可以超过3厘噶。两房向来都系用家追求嘅大热之选。无论边区的新楼都是最快沽清，亦是二手市场成交之冠。至于花园户和复式三房，一向都是业主最惜售的单位，原因是每户都各具独特性，俾人有种买咗就买唔翻的感觉。加上呢度的复式户实用只是700几尺到800尺，这个咁亲民的面积，追求生活空间的小家庭一定无可抗拒啊！是正喎，我仲知道洪水桥开咗好多特色嘅食肆，无论港式、西式、日式、泰式，饭饭都咁出色。区内嘅民生商店亦都齐备，生活嘅配套都可以不假外求嘅。未来仲计划兴建大型嘅商场，住喺呢度真系正到冇人有啊！除咗衣食住之外 ，Leos 旁边仲有洪水桥巴士总站，而家有轻铁可以免费接驳屯马线，翻工翻学都冇难度啦。未来兴建的洪水桥港铁大站，两线汇聚，到时可以在这里搭到屯马线和港深西部快速铁路，到时即是去哪里都咁方便的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楼盘有兴趣，欢迎联络我们美联物业专业的团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